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听说今天有很多在台当地的粉丝，满席远道而来的中国粉丝，在这里呢，感谢大家能够到现场来参加我们这个大会。那我非常开心，谢谢大家的热情和支持。我是罗云熙，我是一名演员，我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各位观众，各位粉丝，各位宝宝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来看这个《长白坎派》，各位观众，你好，欢迎来到这里，来品尝我们的优雅菜，感受一下我们的优雅菜，来品尝我们的优雅菜。好的，我是也是我们以及中国的这种仙侠的这种元素，都融入在我们茶叶菜里面，它可以让很多观众感受到独属于中国的这种。ก็ตามหรือจะเป็นต้มยำกุ้งนะครับอาหารทะเลก็ตามหรือจะเป็นต้มยำกุ้งนะครับอาหารพื้นถิ่นของไทยแต่ว่าจริงแล้วนะครับคือเราไม่ได้บอกเลยนะครับว่าไทยก็คือ
我少你问吗？我来教教你讲泰语好不好？我正想说，好，你可以教我一下，比如说我介绍向泰国的粉丝介绍自己，就说我是来自中国的演员罗云熙，很开心来到。可以可以，你看第一个呢就是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，先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，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，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。同趣。罗云熙，卢瑟敏迪，替代马哲，何平凡，鼓掌啊！但是，其实我们还有一句，你知道吗？在这一句就是我们泰国粉丝们，就是知道，就提前一天就知道你要来到。你罗云熙，罗云熙，来了吗？来了耶，国长。其实你知道吗？在我们的这个泰国人，所有的泰国粉丝们是非常非常期待你的到来。那一直到你来到泰国，在我们的泰国的 Twitter 就是非常，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顶流的，就是我们是泰国终于有罗云。所以呢，现在呢是很多粉丝们的期待，你看，比我还要厉害。